时候是大宝哥，他的气场其实虽然会让我紧张，可是一 action 的时候看到他的某些眼神，就会觉得好像还蛮安定人心的。老师，等一下。今天第一场就是摸头，对哦，他有问我说摸头对我来说是有 feel 的吗？我说没有，还是会啦会啦，翻一下自己有没有曾经有过类似的情绪这样。哇，爱了啦，爱了啦，是一缘长下去。我第一次演这么激情的状态的戏。这场戏其实一开始读本的时候有蛮多的问题的，会有点在纠结说这个裸照是被拍还是我自己给予这件事情。最后是我拍是吧？对，不是他自拍是吧？他先告诉我说哪里可以碰吗？他也会把我照顾得非常非常好。我都要感动了，我忘记了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你说公正吧，最近真的好看。真的是我放弃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妍霏，饰演的角色是赵荣之。爸，你要一直爱着同个人，很困难。她是一个很勇敢、相对沉稳、有毅力的一个女生。一直都跟她有点类似，像是网友的状态。我们在戏里面也算是网友，就今天就是终于见到面了这样。我就是一只兔子吧，掉进他设的陷阱里面。我一开始看剧本的有点在纠结这件事情，毕竟我是受害者，但是难道我也要再拉另外一个更无辜的人进来做更无辜的受害者吗？可是自从跟你爸演完那一场戏之后，我就觉得好，赵仁进来吧，是吧？来， okay. 你来，这是蛮虐的哦，就是他真的很可怜啊。对，就是完全。然后我这样就真的很。开心一点好吗，雅静？看骗人，就会一直流汗。其实他也是情有可原啊，我没有办法讨厌他。哎，我是说认真的。